芙蓉姐姐在微博中自曝了四张与孩童的合影，引来网友纷纷猜测，疑似该男童就是她传闻中的七岁爱子。从照片的拍摄角度看，应该为自拍照，小家伙十分搞怪，或是瞪大眼睛，或是用手遮住眼睛，或是开口笑，或是捂住嘴巴，萌态十足。一旁芙蓉姐姐则很是配合，与其做出一致的动作。通过仔细对比，小男孩与芙蓉姐姐长得很像，皮肤白皙，都是单眼皮，眉毛的形状一致，并且都拥有饱满的额头。这些相似点让不少网友坚信这就是一对母子。也许是看到了大家的评论和猜测，随后芙蓉姐姐很快将该条微博删除。早在去年，励志女神芙蓉姐姐离婚消息的多个版本就在网络曝光，芙蓉姐姐更亲口承认已分手的芙蓉姐夫曾为在读研究生，随即遭到网友大规模人肉搜索，甚至相恋当初青涩的舌吻照都被爆出。随后知名博主在微博曝光芙蓉姐姐与6岁儿子在游乐园玩耍的照片，称芙蓉姐姐未婚生子确为事实。